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拍爵士鼓的二十种调，因为它有二十种振钉哦。OK， 我们马上来听第一种。第一种就是我每次打的，哦，我就每一个音，我从这样子下来，我先打八。下一种，二十种。下一种，下一种，对不起，我还有两个把忘记给你们听。大鼓，大鼓。告诉你最喜欢哪一个，下次就用这首歌打。上次马六问答一般要看到那首歌给你，这个很好笑。这个最好，第十三个，第十五个，你给我打一段哦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，这个，今天第十二个，这个，好，第十个，第九个，第八个，第七个，第六个。幸运的朋友就是你马六问答有答对超过八题的朋友，超过八题一定要在下面跟我说，并且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、右上圈了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